来到咱们历代名家临摹课程啊，上节课呢已经带同学们去学习了一下这个上世纪李苦禅的一个鹰。那今天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徐悲鸿的马。那在上个世纪呢，其实有很多画坛上，一些人才，对吧？有很多算是人才辈出的一个世纪。那在这里呢，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还有汪亚尘的金鱼，并称为画坛三绝。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其中之一的这个徐悲鸿的马。他画的这个马呢，活灵活现，充满了灵气。那下笔呢，也是非常洒脱的，不拖泥带水儿，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你像徐悲鸿的话，他一生创作很多，单单是这个马呢最有名气。他画过十二生肖，是不是？在十二生肖里边呢，马的形象呢是画的最负盛名的这样一个形式。不仅是因为他画的好，而且呢还是因为马的这个形象呢，在中华民族文化当中是深受喜爱的。比如说"龙马精神""马到成功"等等这种名词儿，咱都随便都可以说上来几个，是吧？所以老师啊也非常期待同学们能够完成今天这幅作品，然后呢，咱们来看看咱自己的这个画面。以后呢，咱们学会了这个马的一个基本造型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去试着画一画这个徐悲鸿的八骏图等等。那么，这个徐悲鸿的成就呢，其实有很多，对吧？也除了在他的这个笔墨上，也有他那种类似于西画的一个形式上。那所以说，他在画马的时候呢，他的造型把握的是非常准确的。那老师在这儿呢，给同学们准备这两张图啊，也是为了让同学们看到这个马的一个结构。今天咱这幅案例里边，马匹的一个结构，它的一个造型特征，对吧？也是给同学们展示一下这个啊。像左边的话是它的一个骨骼，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这个骨骼，脊柱，对吧？和脖颈的这个位置呢是整个一条线有一个顺滑这样一个状态的，咱们在绘画的时候呢，要把这条线在处理的时候给它处理明白。同时呢，在这个位置呢，它是有一定的悬空的，对不对？你看肋骨和这个后面尾骨的这个位置，它中间是有一些空隙的，所以在用笔的时候呢，它也会有一些留白的这样一个形式去呈现，也是在表现它的一个骨骼的一个形式。那像今天这幅画的话，今天咱们这个案例的话，这个马的一个造型呢，我们可以大致的看成几个卵状，你可以跟着老师的这个画笔来看一看啊。老师在这儿呢，也给同学们标了标，对吧？看成几个卵状，在身体部分，哎，它是有这样一个关联性连接起来的。在动态的时候呢，这几个卵状呢，就跟那个铆钉一样，互相之间呢咬死了，然后哎进行动作，对吧？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动态。那么整体的这个马的一个造型呢，它是形成类似于一个三角形的。我们也一起来看看啊，从头顶向下边角。左脚对吧？然后再向右脚，然后呢，左脚向右脚衔接。哎，你看它是一个不等边式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造型，对不对？咱掌握好啊，因为它是一个飞奔起来的一个造型，所以它前面两个腿呢是伸直，然后后面两个腿啊，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程度。所以咱们要把这个马画好的话，要把它这个结构关系呢，我们也要进行一下了解。那现在呢，咱们再跟着它这个造型呢，来看一下咱今天的这个后边的一个案例啊。徐悲鸿刚刚给同学们提到了，他在处理这个画面的时候也是，除了西画的一些阴阳关系以外，他也会有一些笔墨的一个造型。所以说他的这个马的形象呢是非常写实生动的。你看这幅作品里边，这个马，雄健。非常的有一点点那种矫健的身姿，有一个词儿叫做“瘦骨同生之美”，对吧？就这个咱们要感受到啊。然后再结合它这个西画里边光影的一个效果呢，使这个马的一个结构啊，看上去非常的生动。所以说，咱们在处理的时候呢，要把这几个点都注意起来，一个是笔墨，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光影效果。那现在呢，同学们跟老师一起转换一下画面，看看这个东西呢，到底是怎么样去完成。好，现在同学们能正常看到老师下面挥动小胖手吗？可以的话，给老师呢回复一波数字一。
对，同学们也说到了很多，是不是？也说到了很多。金鱼是汪亚尘的，汪亚尘就是三点水一个王，然后呢就是亚洲的亚，然后尘土的尘。来看一下啊，咱们先来给同学们讲一下，就是在上节课呢给同学们讲到那个李苦禅的鹰的时候有说过，咱们一般画这个大型鸟，大型的动物的时候呢，可以先找它的一个身体姿态。对吧？就不一定非得从某一个小局部，可能眼睛啊、嘴巴那个位置，不用先从那种小局部开始入手，可以先找大姿态。所以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马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姿态，里边它的一个结构。我们先拿那支大号的尖毫笔泡一下水啊，取一点点的淡墨调一下，多余的给它刮掉。再用笔尖取上一些浓墨，咱们先画它的一个背部，整体那种线条，类似于流线型的一个线条，对吧？先找出来，水分吸掉。咱们从这儿开始，背部从这儿啊，顿笔向后压下去，轻轻抬笔，有实有虚，对吧？抬笔完了以后呢，咱就可以在这个背部下方呢找一下它肋骨的一个效果，从这儿藏锋压住向下走。顺势带两笔，哎，有那种肋骨的一个结构在里边，对吧？有一点点倾斜的角度啊，稍微有一点倾斜角度。然后呢，可以把笔尖的一个浓墨呢，再点一下水，调淡一些。然后紧接着在后边呢，再去处理一笔，哎，两笔，三笔，有高有低，互相之间衔接，这东西呢，都是它前面。就是肋骨的一个位置，这个同学们注意啊，它这里所有的笔触都是在处理肋骨，所以它这块的一个用笔呢，也是有一些书写性的，中锋稍带一些藏锋压笔，高低错落，哎，笔与笔之间呢有一定的衔接，这衔接呢是自然而然的。你看它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一个水痕，这个是纸张自己自带的，但是我们画的时候呢，要自然的给它有一个叠压的关系。这个咱们也要处理好啊，然后接着咱们再用这个淡墨呢，继续往后，哎，画它的臀部淡墨去往上翘起，对吧？臀部呢要让它稍微翘起来一些，因为它这个造型呢是有一些飞奔的状态，稍微翘起来一些，淡墨好，向后撇上一小笔，中间呢会有这种虚实的变化。对吧？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虚实呢？咱刚刚给同学们看到了，它的这个骨骼呢，哎，前面脊柱和后面尾骨中间呢是可以有一点点这种虚的一个状态的，因为呢，它一般这种骨骼处啊，像这种肋骨上方，咱画实一点，然后臀骨就是这个后边尾骨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咱可以稍微画实一点，然后中间呢，咱就可以适当的虚一点，可以表现一下它这种骨骼的一个厚度感。可能这儿也是，咱肯定也是有骨骼的，但是它这个骨骼呢，和前后相比起来的话，它这儿是有一些空的，这儿没有其他的骨骼了，对吧？只有这一根，所以说它相对来说薄。那我们画的时候呢，就是有实，然后虚这样的变化。这个同学们肯定能够都理解到，对不对？那接着呢，咱们再用这个稍微重一点的墨色呢，往旁边勾一下它的臀部，哎，稍微重一点的啊，勾一下它的臀部，整个造型呢就跟随着这个东西来出来了。这臀部呢，哎，离你远的那半块它看不清楚，看不完整，对吧？所以说咱们露半圆就行了，露一点点，从这儿折过来向后走半圆，对吧？然后紧接着臀骨旁边呢这个位置，哎，这里顿笔向后走，可以稍微画大一些了。好，画到这个整个身体大概是一半的左右的这样一个位置，大概这个臀部就出来了，是不是？你看啊，它这个时候呢，因为它整个的一个造型呢是有一点回头状态，然后整个翘起来，所以它这个身体背部这个位置呢有一点点往回缩，哎，就像这个纸张一样，就像纸张一样。臀部向上翘，然后这个位置呢向上稍微带一点，你看是不是感觉整个的这个直径是短了的？所以说咱在处理的时候啊，这一段身体不要画得太长，它是有一点点比正常视觉上看到的那种状态是要稍微短的。你看稍微带一点弧度的话，它是变短了的整体直径，对吧？铺展开它就是这么长，但是稍微带一点点弧度，它是直径变短的。咱们要处理好这个东西，然后紧接着呢，咱再看看它的那个肚子的一个位置。对吧？肚子这个位置，肋骨下方，咱直接给它带这个肚子。
这块呢，咱可以稍微画圆一点，但是笔呢可以稍微实一些。你看这个位置为什么要稍微实一点呢？咱刚刚讲这个骨头的时候，也是说骨骼处稍微厚实一些的地方，咱用实笔，对吧？那这个位置一般就是它的肌肉的地方了，对吧？肌肉的话，它肯定是偏实一些的。就像你画那个鼻头，鼻头肉它偏多一些，那你画的时候笔触呢也是偏实一些的。所以这块呢，咱就直接一笔带过来，都是实笔啊。从这儿，哎，顿笔向后走，哎，向后呢轻轻抬笔，转过来也是从后从前往后，哎，有实，慢慢的往后面出现一些干笔，可能会有些虚笔的一个状态，对吧？出现这样一个状态了，这就是咱们在处理的时候啊，你的线条虚实是根据什么来的？是根据你的骨骼的一个厚度感以及肌肉的这样一个状态而来的，对吧？这个线条呢是有一些变化的啊，不是纯粹的说某一种，不是纯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接着咱们再去画它前面这个位置，看啊，这儿是肋骨，记下来啊，这是给同学们详细的讲一下它身体部分它各处的一个骨骼关系，然后里边的一个用笔的一个变化，然后紧接着这儿呢，它肋骨衔接和下面肢体前肢衔接的位置，这个叫做肘关节。对吧？这个是肘关节，肘关节呢，它要稍微有一点点小的一个笔触给它带出来，带出来了以后，再紧接着从这个位置衔接向下，哎，去画它的前肢，是吧？这个同学们记啊，这儿是肋骨，这儿呢是肘关节，然后肘关节前方，也就是说它胸前的那个位置呢，它有一个什么呀？叫做肱骨。从这儿，哎，顿笔向后走，轻提。再来，顿笔向后走，轻提。哎，这儿呢是一个肱骨，哎，两笔是在它的胸前的。你看啊，这个时候呢，咱们画的它整个的一个三个层次，就跟随着这个东西就出来了，跟随这个中间的这一笔肋骨，然后到这个肚子这儿是一层，然后臀部这儿是一层，然后呢前方胸部这个位置这是一层，三个卵状跟着这个状态就出来了。对吧？这个同学们记一下啊，肋骨、肘关节，然后这儿呢是肱骨，然后咱们再接着把这个下面的肘关节这个前肢呢，给它大致的给带一下啊，大致的带一下。前肢你看看它有哪些一个结构，咱们可以把墨色呢稍微调重一些。好，向前走。大腿儿，对不对？大腿儿啊，这样呢，稍微带一点小弧度，往里稍微收一收。好了，大腿到这儿呢，它有一个膝盖，膝盖这个位置呢，有一个偏球状的一个东西，那叫什么呀？膝关节，也叫膝球节，在这儿啊，稍微带一点点的弧度，方中带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球状东西。对吧？这是膝球节，也是它的膝关节。然后接着再往后走，既然有膝球节，那它肯定还会有别的不一样的，对吧？再往后走啊，逐渐变细，往前伸展。哎，再走过来。好，走到这儿呢，它又有一个小的凸起。哎，这是下边的这样一个球节。刚刚那是膝球节，这儿呢是它的脚腕的位置了。对吧？腕部的一个位置了，这儿又有一个球节，球节相应对应的这边呢，它有一些长的一些鬃毛，对吧？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毛发，咱们也给它带出来，顺势往后走，这里再给它加一点膝盖，哎，带出来，然后紧接着就是它的小蹄子了，蹄子咱就直接哎大致的给它描画一下就行了啊，咱理解这个结构就行，大概在这儿，对吧？啊，看一下这个腿上它都有什么。大腿，然后膝球节，这儿球节，对吧？这是两个球节，一大一小。膝球节会相对来说大一点，而这个腕部脚腕的一个位置呢，相对来说会小一些。咱们要给它区分开，没有见过，想象不到是吗？咱们要找一些实物图来看一看了，看来。好，这样呢，咱可以给它稍微给它带一点点结构向上，哎，因为要区分一下它的一个明暗关系，对吧？这里往里一带。往里一带，然后前面也是，下方稍微暗一些，往上走，
然后中间呢可以给它来一点点小关节，带一点点儿。染一下就行了，大致的一个腿部的一个造型，它就出来了。然后接着咱再往后看啊，上方，把它上方胸前的这个外轮廓呢，可以顺势的给它勾勒出来了。这个时候咱就可以找一下上方这个鸡蛋了，上面窄，下面宽，对吧？上面窄，下面宽，所以咱画的时候呢，也是啊，遵循这样一个道理。好，往前收一收，是不是？往前收一收，两层，这是它一个外轮廓，外轮廓，整个也是跟随这个肱骨去进行变化的啊，它整个一个造型。你看这样的话，它是不是它这个身体的一个大体一个造型，它就基本上找到了。然后剩下的一个腿状，腿呢，它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个遮挡关系再去找了。看啊，上面这儿是一个鸡蛋，一个面儿，对吧？这里又是一个面儿。这里又是一个面儿，三个面儿呢互相衔接，然后进行动作，对吧？三个球体进行动作，哎，来回进行动作。然后呢，咱们把后边这个腿儿啊，咱也给它加一加啊，也是按照那个动态球节的一个动态，咱去给它加上。好，从这儿开始。那个不着急啊，那会儿咱画案例的时候肯定会给同学们说的。现在咱先理解它里边到底都有什么东西。好，这是他大腿，对吧？大腿，然后呢，紧接着大腿这儿呢是他膝球节，对不对？膝球节这个位置的话，它进行了一些转折，所以咱这儿呢是有一些明暗关系的，我可以直接进行转折，转到里边去，转到里边去。然后这儿呢有一点向上翘的，这样呢看的话，它的大腿部分是有几个关节呀？整个腿啊，整个腿是有几个关节？一节、两节、三节，对不对？哎，大腿到膝球节，然后到这个球节，然后向下，哎，有三节，但这个位置它不能动的啊，它不能动的，还是偏直一些的。咱们再取上一点点的墨色，好，这个进行转折，向下走，然后这儿呢也是直接向下进行转折一小段，压过来。哎，在球节处后边这个提字呢，咱看不了完整的，咱看一个面儿，大体的一个造型就有了，对不对？大体的一个造型就有了啊。看实物，感觉只有一个膝关，哎，肩关节，小竖线。你说的是这个东西吗？是说的是这个东西吗？这个肩关节呢，其实和你的这个肋骨啊，它是衔接的啊，它是有一定关系的。你画的时候肯定互相之间是有一个关系的。好，这就是它大体身体，后面两个脚呢，咱们就先不画了。咱接下来要给同学们说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呀？它的这个身体和头部的一个动态呢，是可以跟随着这个头部你想处理的一个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这样一个关系来进行变化的。你可以让它向前看，你看啊，就同样的这个造型，我把上面那个脸儿呢，让它往前看。脖颈，从这儿开始啊，带一点点儿，向后走，让它向前看。好了，这个脸呢，咱先不着急全部都画完，咱就大体的给同学们画一下，画成一个类似于梯形的一个造型。因为脸，这个马脸的话它比较长，是吧？马脸的话比较挺长，所以它大概是这样一个造型。然后在，徐悲鸿在处理的时候呢，也是把它大致的分成几个面，这样一个梯形的四边形的一个面。你看，这是一个向前看的，哎，这儿我可以稍微加一个爪，稍微加一个蹄儿啊。加一个角在这儿，然后往后去舒展，大致的啊，咱定一下位置，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你看，这是一个向前看的，那你也可以处理成一个像咱们这个画面里边向后看的。这样看的话，是不是这种大型的动物其实它也是有这种，哎，在处理的时候。也是有一身多头，一头多身的这样一个状态呢。那这个我也可以让它向后看一些。哎，这里是吧？也是可以向后看的。
同样的一个身体可以安装两个不同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头部，对不对？这个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咱之前讲这个鸟类的时候，有给同学们提到过"一头多身，一身多头"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那个鹰的话，它也是一样，身体可以不动，但是这个头呢，我可以向前一些，向下一些，向右一些，对吧？可以进行变化。那这个马也是一样的，你这个身体不变，头部呢可以靠向前看，也可以向后看，但是这个脖颈得动啊，脖颈得动。身体可以不动，但是脖颈会跟着它这个动态呢进行动作，这个同学们要理解啊。好，那么咱们这一块的一个基本的里边的一个关系，它的一个结构，咱讲到这儿，同学们看看啊，都记住了没有？咱再一起回忆一下。首先，咱们背部向下衔接的这个位置，这一段呢是它的肋骨，对吧？肋骨，然后肋骨向前。和前肢衔接的这个位置叫做肘关节，肘关节靠前，这儿有两个这样的东西，对吧？两个明显的凸起就在胸前的这样一个位置，这是它的肱骨啊。然后呢，下边这个膝盖是腿部，也就是前腿的这个位置，它也是有一个膝球节。球节就是球状的一个关节，对吧？两个啊，一个是膝球节，一个直接称为球节，一个小的球节，是在下方。哎，咱们一起回忆一下啊，这个后腿也是一样，哎，膝球节下边一个球节，在这儿进行转折。好，理解了这个呢，待会儿咱们在画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会稍微容易一些，对吧？然后再给同学们呢详细的给同学们讲一下里边的一些小细节，看看他怎么去处理里边的一个就是明暗关系。好，这个理解了，给老师呢回复一波数字二，好不好？比例关系，咱别着急，咱先理解了里边的东西，里边有什么东西，咱得先知道啊。然后呢，它怎么去处理这个明暗，咱得先知道啊，对吧？比例关系只针对咱今天这个画面，所以说咱们画案例的时候，再给同学们详细的说那个。来，再换一张纸，我们给同学们呢，简单的把那个头部，还有他的一个腿部。它大体的一个明暗关系，咱给说一说。咱先画一下这个头部啊，细分一下它的头部。头部刚刚给同学们大致的勾勒了一下一个形态，对吧？它的形态呢，就是上面宽，下面窄。咱先画一下啊，上面宽，下面窄。对吧？一个这样的梯形，但是在处理它这个整个头部的时候，它肯定也会有一些阴阳面，对吧？像咱今天这个画面里边呢，它就是哎，这个位置是着光面，然后向下呢，咱可以再给它来一个面，你看它的立体感就会呈现出来。哎，再给它来一个面，往里一收，往里一收，一走，这个位置咱就哎把它画暗。画暗，这里也是画暗。好，这个造型呢，它就有了一个，抬头稍微有一点点抬头，然后着光面在这个上方，对吧？然后有这样一个立体感了。然后其中呢，眼睛在这个中线靠上大概三分之一的一个位置，然后中间呢，它还有这么一个骨骼。哎，把这儿呢又细分成了两个小面儿，但这个位置呢，咱也是啊，在中间靠左，不要画在正中间，它是在眼睛下方的，所以咱们处理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造型。然后这个面儿啊，左边这些个面儿呢，是里边还有一些小细节，待会儿给同学们仔细的画一画。然后下边这个面儿呢，是它的嘴巴。嘴巴也是偏暗的，对吧？嘴巴、鼻孔的这些位置，鼻子鼻底的一个位置，所以说这个也是偏暗的。那咱现在细化一下里边的一些小细节啊，看它到底怎么处理的。首先呢，它这个边缘线，看它的这个脸部的一个边缘线，它不是一条线，它是有起伏的，因为有结构嘛，它自然也有起伏，是吧？上面宽，那它脸颊上方呢，它就是哎这样的一个梯形折下来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眼睛在它的三分之一处还是在这个位置地方，然后紧接着呢，它到这个脸颊的位置呢，咱们向下哎开始有一些小的结构了，
里边有一个较大的结构，然后下方哎咬肌对吧，动作起来，然后紧接着下方又有一个小的前后交叉的位置，哎，再有一个方转的一个变化，转过来，然后紧接着再向下，哎，找到它的嘴巴，你看它里边左边缘线是这样的，左边缘线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关系，咱们把它画完啊，咱看看，然后这里呢它就衔接到嘴巴了，对不对？然后咱直接转过来。转过来，向右边，哎，向右上，右边这样转过来，它就是嘴巴下方的一个暗影的一个位置了。这几个面，这两个面，对吧？这两个面咱也开始处理出来了。然后呢，咱们把里边一个小结构，哎，给它嘴巴这样的有一个小结构，然后鼻子上方给它留上一些，下方呢咱就直接给它留白，留一些先，然后待会儿再去处理，蒙上。这里是鼻孔，另外一个角。然后这里鼻孔，来给它点上，对吧？大体是这样一个造型。然后嘴巴呢，哎，稍微往里收一收，稍微往里收一收。你看它是有一个厚度的，上下两层有一个厚度，对吧？然后在画的时候呢，它的暗影也是，哎，咱也只处理这边一半就行了，右边给它留点白，哎，它这种感觉，这种明暗关系它就有了。这是左边缘线，这个同学们能明白吗？能明白吗？咱们再画一下啊，这是左边缘线。这明白了，给老师呢回复一个数字一。咱们再来看一下，左边缘线，脸颊自上向下，然后一节交叉，这里有一小节交叉，然后呢和下方脸颊、咬肌偏方，然后再向下，哎，这儿是嘴巴，另外一个面折过来，就这样一个造型，就这样一个造型。对，这是左边边缘线，左边边缘线，因为它是一个侧脸嘛。你正面看的话，它可能这些个角度啊，这些个小的转折东西呢，它就会弱化掉。你看咱们画右边，画右边咱就知道了，看明白了就。上面呢，你看宽一些，对吧？咱们直接向下。好，眼睛对应的这个位置呢，另外一只眼睛它看不到，所以说它这儿直接来一个眼眶向下，带一点折笔，看到没？哎，直接往里带一点就行，然后紧接着，哎，看吧，慢慢的往里收一收。另外这些转折小小的一些细节看不到了，看不到了，所以说它直接转下来了，直接转下来了。好，嘴鼻子这儿也是一样，你左边这个鼻孔能看到，另外一个看不到的，对不对？所以它就直接下来了，中间会有一些笔端一连，这样的话一张脸它就基本上完成了。你正面看的话，它也是左边这些小的结构起伏关系也是被弱化掉了，它可能就是直接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哎，可能就有一点点小的起伏就出来了，是不是？但是呢，你因为是正侧面去看，所以说它这个边缘线的一个小结构呢，咱就得处理清楚。所以给同学们选择的这个案例呢，也是目的让同学们把这个脸的边缘的这个位置，它的一个小结构啊，咱给它理清楚，然后中间的这个位置，哎，给它大致的分一下这个关系。你看这个马脸，它就出来了。然后上方呢，哎，点一下小耳朵，自上向下点一下小耳朵，是吧？长长的这种脸型，它就有了。好，这个同学们能理解吗？理解了，给老师回复一波数字一啊。稍微等一下，同学们看看。好，这是脸部结构，脸部的一个起伏关系。所以我们在塑造它脸部的时候呢，不要单纯的直接画一条线下来啊，不要去单纯的画一条线，我们去看它其他的作品，其他的一个动态，要根据它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它的一个脸部情况呢，可以进行变化。你看这是一个右脸，左脸的话咱们也是，它也会有一些起伏。你看我们也可以在下边再来一个啊，左脸。好，这也是先向下收一下，对吧？这儿有一个小的转折，哎，这里再来一个小的转折，好，有一个小的结构，然后紧接着嘴巴张出来，对吧？它是一个这样的小起伏，那可以稍微起伏小一点，让它侧的更多一点，对吧？起伏小一些，然后嘴巴在这个位置，好，上方的鼻孔折过来，折过来，然后向上走，和嘴巴呢有一点衔接。好，这个好像是张嘴的一个状态，对吧？然后这边另外一个鼻孔折上去，又是一个面了。然后这个鼻孔呢，咱从这儿啊给它加上来，加下来。
折上去呢，咱就从这里向上，哎，向上。好，这一段呢也是看不完全。那眼睛呢，咱点到前方这个也是三分之一，脸部的三分之一处，脸部的三分之一处大概是他的一个眼睛，不要点太高，也不要点太低。好，这里呢，他这个小的鼻孔的一个旁边的一个小的结构，咱也给它带出来。上方，哎，跟眼睛对应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开始看画他的另外一只眼睛的眼眶了？哎，大概露一些啊，露一些，露的不多。然后上方，哎，这个小耳朵，这个小耳朵带出来，然后里边一个小结构带出来，哎，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结构，咱们可以墨用墨色呢，直接哎把这个面呢给它处理出来了，对吧？所以说主沟面，你看主沟面还是在这儿，暗部还是在这儿，那它里边还是有这种小细节，对吧？不是说单纯的一条线啊，咱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哎，处理清楚。给老师画了一个马头是吗？咱现在不就是画马头的吗？好，这个啊，咱们马头讲到这儿，然后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什么？说一说他这个腿部他的一个阴暗关系、明暗关系。嗯，为什么一定要着重强调这个明暗关系呢？因为他这个马呀，徐悲鸿的马，说实话啊，里边的笔墨并不是说有多么的，就是像吴昌硕呀，咱们要求必须得是一个篆书用笔啊，里边是拙的还是巧的呀，没有太多的这个要求，它反而是在造型上处理的非常的劲道，对吧？是在造型上处理的劲道，同时呢，笔墨上又是非常熟练的概括的，所以说它处理整个的一个造型的时候呢，就整个这个形象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了。我们看看他的这个腿儿啊。腿儿的话也是按照它的这个着光面，我们看左上方，也是左前方这只。先看左前方，折，大腿儿，对吧？也是有这样一个小小关系。哎，这样带过来，向里走。好嘞，里边稍微收细一些，然后向前呢有一个球结，对吧？球结，这里衔接，这里衔接，球结。球结，大腿球结，膝盖了吗？膝盖紧接着向下。好，那这么看的话，膝盖呢，基本是在整个这个腿儿啊，整个这个腿儿的一个中间位置，中间位置包括蹄子，整个居于中间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咱们往后画的时候呢，这个下边的这个球结呀，大概是在下方的三分之一处理就行了，不要画得太长太长。你看，不要画到正中间去，正中间就不太好看。大概是下方的三分之一，哎，前面这一段这么长，对吧？后边这一段，哎，也大概是这么长。那，这个膝盖、蹄子大概走到这儿，是吧？大概走到这儿，哎，这是它的一个基本比例啊，这腿长的一个基本比例。好，这里呢，咱就可以塑造一下，里边它是有一些，哎，毛发的，稍微带出来一点儿，啊，里边收一下。然后呢，前边就是他的一个小蹄子。你看，这是他的一个向前伸展的一个腿状啊。然后呢，咱们可以用一些淡色处理一下它里边的一个明暗关系。那同样也是会有一个着光面，咱们还是选择上方，上方，下方呢是一个暗部，所以说咱们可以在这个位置啊，中间暗部衔接的这个位置呢，给它定一下。画面放大一些，定一下它的一个明暗交界线。这个如果同学们有美术基础的话，应该非常熟悉了，是不是？这就是明暗交界线，给它来一笔，然后咱们再去处理里边的一个暗色。哎，直接带过来，衔接过来，哎，带过来，跟着它这个造型呢往上走，是吧？然后中间呢可以稍微有一些小的凹陷。小的凹陷，然后在球结的这个位置呢，可以稍微给它来一笔向上，哎，向上，向下，这样的话，这个球结整体都是偏亮的了，它是突出出来的，对吧？它是有一个凸起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有了这样一个亮部，它就突出出来了吧？啊，里边可以用一个更淡的颜色呢，可以稍微适当的给它稍微加一点。哎，加一点，这样的话，它这个球结呢是在这个基础上凸起，并且还有一些细小的明暗关系，是吧？还会有一些细小的明暗关系。那下方这个球结呢也是会有一些小的，但是这个呢没有这个明显，没有吸球结这么明显，所以说下方这个呀可以稍微用一些淡色简单过渡就行。
哎，和蹄子中间区分开就可以了。这是它这个位置整体的一个明暗关系啊。所以说，一般大腿这个位置呢，你可以直接有一个明暗的交界线，哎，直接给带出来，然后上面亮一些，下面暗一些，对吧？到了这种小腿的位置呢，它就直接用淡墨给它直接一笔带过就行了，因为它这里还会有一些粗细的变化，还会有一些粗细的变化。所以说要处理清楚啊，这个明暗交界线的地方呢要找好。这是向前伸展的这个小腿儿，再来看后边，它卷曲的那个大腿，后腿儿，卷曲的后腿，水分吸掉啊。卷曲的后腿呢，它也是同样的方式，哎，一笔左边，对吧？臀部向前，然后这里是膝球节，哎，上方是着光面，这儿是亮的。是吧？这儿是亮的，那这儿是暗的，直接来一笔暗的淡墨，可以给带一笔。然后下方转折处向右边走的这个位置呢，它就都是暗色的，对吧？都是暗色的，那我们就直接从这儿，哎，有一个明暗交界线，直接带过来颜色。明暗交界线就刚刚咱画的这一笔了，是吧？然后里边呢这种地方，哎，小的转折再找一找，小的转折再找一找，然后中间呢可以来一笔小的。暗影儿就好像上面给垂落下来那种暗影，可以稍微带一点儿，也是里边一个小结构。然后呢，下方再进行转折，你看，再进行转折，向下，往里边收起，对吧？也是逐渐变细，再慢慢的到球结的这个位置，到球结的这个位置，再给它来一笔明暗交界线，然后下方这个颜色呢会更暗，更暗，对吧？再来一下，稍微带一点转折。然后后面蹄子可以给大致带出来，你看两个暗部，对吧？在球节下方这个转折靠里的这个位置呢，都是有一个暗部呢。那中间这个位置它也是有一些明暗关系的。既然光线自左向右打过来，对吧？自上向下打过来，那这边呢，咱就直接给它处理成，哎，右边呢稍微暗一些，左边的话咱稍微亮一些，稍微少处理一些就行了。是吧？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腿部的一个明暗关系啊，腿部的一个明暗关系。同学们理清楚了吗？理清楚了吗？就是在腿理这个腿部的时候呢，首先你要找准它的一个细球节的各个位置，然后呢，再根据它的一个光线打过来的一个自上向下的这样一个光线打过来的一个形式去找它的一个明暗。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它这个不像咱们画素描一样，还要有一些过渡啊、黑白灰啊等等，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就直接讲的是阴阳，对吧？直接讲的阴阳，上面亮，下面暗，哎，这个层次它就很好找了。好，理解了，给老师呢回复一波数字三啊，不仅是这个腿部，他的脸部也是一样，脸部也是。哎，着光面自上向下，然后下边这些位置它就是偏暗的了，整体颜色它都会稍微重一些。来看一下啊，同学们的理解程度，这是他整个在处理这个马的时候，他讲究的一个阴阳关系啊，阴阳，它的体积感怎么呈现出来呢？就是靠这些，把这个面处理清楚，而不是说随机的啊，我跟这儿，我想让它暗一下，哎，我就暗一下。这儿想让它亮一下，亮一下，这肯定不行的，对不对？因为你在处理的时候这样画的话，很容易就乱了，很容易就乱掉了。所以说它肯定会有一个着光面，就跟咱们画山石一样，它也基本上明暗的一个关系是统一的，也不会说就是在这一块是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样那边呢，咱们就是皴擦的时候就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形式，可能它这种变化呢是很少的。好，那这个咱们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它旁边处理它的这个毛发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去处理的。处理毛发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些传统的笔意了。除了那个刚刚给同学们讲了一下里边的结构，然后它借用的一个西画的阴阳，对吧？讲了一下这个，接下来呢，咱们就来看看它里边这幅画里边的一个书写性。哎，又有这个词儿了，是吧？又有书写性了，其实就在毛发里边。不仅仅是在勾勒外轮廓的一个线条的虚实上，还有就是在这个毛发上，好，取上一些浓墨啊，水分吸掉。他画这个毛发的时候呢，你的笔啊也是同样不用太湿，不用太湿，
然后笔尖呢也不用太聚拢，可以稍微有一点点，你看铺展开散的一个状态。然后画的过程中，哎，这样藏锋，藏住了以后铺展开，对吧？这样藏锋铺展，藏锋铺展，有这样的一个小节奏，哎，干湿并进，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是它里边的一个书写性啊。而且在画的过程中，它处理这个毛发的时候啊，这个起伏肯定也是稍微变化多一点。变化多一点，可以稍微短一些向上，也可以稍微长一些向后，对吧？可以向这个位置呢，也可以这样去处理。然后笔锋呢，也可以稍微立起来一些。你看画到后面特别干了，你可以把这个笔锋呢稍微立起来一些，给它再加上一些小的细节。这个跟咱们画人物的时候处理人物的毛发的时候很接近啊，就同学们学那个钟馗，对吧？处理他这个毛发的时候也是很接近的。不过他在转的基本上是。一变成，先来一笔偏淡色的，对吧？先来一点偏淡一点的，哎，向上又长又短，藏住向后走，又长又短，钢笔带过来，然后再去取上一些浓的，稍微在这里边啊，给它冲撞一些，撞上一些颜色。哎，这又是一个泼墨的一个形式，对吧？这样一变成淡一点的，哎，先画上一点，然后笔尖取上少许的浓墨，哎，带上两笔就行了，就处理它这个整体的一个毛发了。尾巴，大尾巴上的毛也是一样的，浓墨。好，大笔去铺，对吧？大笔中间还可以稍微带一点点的侧锋。笔锋散开，放松大胆的转动你的这个毛笔，这样带出来，这个尾巴上的一个毛发也出来了。然后再用笔尖呢，给它稍微站起来一些，哎，给它处理一些小细节，让它散开一些。你看外边这种小细节，可以用笔锋啊稍微侧过来一点点，再去处理，是吧？它这样就比较自然了，对不对？这就是毛发这块的一个书写性的一个表达啊。这个其实还是很简单的，因为同学们之前其实也都在用，对吧？也都是在用的，所以说处理起来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只不过你在画的过程中呢，稍微控制一下它整体一个造型就行了。一个是它脖颈上的一个毛发，一个是它尾巴上的一个毛发。好，这块的同学们都能够理解吧？都能够理解吧？然后这块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来通过案例呢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比例关系，再把咱刚刚讲到的它的结构用笔，然后里边的一个阴阳关系给它用起来啊。今天的这个纸张呢，可能是一个类似于4:3的一个纸张，50×60，比较宽。咱再看看啊，藏锋画的时候有没有转笔了？你行的时候肯定会转笔啊，行笔的时候肯定会转，是毛笔转动，手指转动这个毛笔，对吗？行笔的时候会有啊，行笔会带动这个动作。来，老师把这个图给同学们找出来。好嘞，咱们看一下这个大体的这个造型啊，它在这幅画面里边还是比较饱满的，三角形，看整体的一个三角形，比较饱满。头部大概是在这幅画面的中间靠左，找准啊，找准。中间靠左，大概是在这儿，所以说顺势向下找，他的肩、他的背，是不是就应该在这个中线靠左边一点点呀？不用太多了，是吧？大概是在这儿，然后中线靠上，咱找准了他的一个位置，然后咱们先从他的背部、肩部开始写起来，开始画起来，找准了吗，同学们？来，老师把上面这张图啊，给同学们放小一点点。找到，然后找回咱刚刚的这只大号金毫，还是用它调一下淡色。水分给它吸掉。从这里开始，先给它用淡色，
墨色不是特别的重。你看徐悲鸿，他也有手稿留下来。老师曾经看过，他画这个马的时候，都是用淡墨呢，虚虚的先给它大致的勾勒一下造型，然后再去用浓墨才往里边添加。那我们现在呢，也是用一个稍微淡一些的干笔啊，大致的给它带一下肩背这个位置，从这儿，对，往后呢，轻轻抬起须。然后紧接着向后再虚一点，往后走过来，这是它大致的一个中间身体到它臀部的一个位置。老师给同学们画一下啊，在这儿呢，红色字，那红色笔触，这一段不用太长，这一段呢大概是占你这个画面的连1/3都不到。如果画长了的话，它整个身体呢咱们就容易画大，对吧？整个身体你也容易画大了。所以说咱们要注意了，不打格子嘛，老师画肯定不打格子啦，对吧？如果同学们想要看打格子图，老师给同学们拿出来啊。不过老师还是希望同学们呢，训练自己的眼睛哈。老师给同学们把这个打格子的图呢，给同学们找出来。老师自己就不打格子了啊，同学们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也可以先用铅笔呢，大致的定一下位置。稍微小一些啊，放在它的一个下边。好嘞，这样是不是好看一些呀？九宫格，对吧？大致找一下。过于依赖打格了，是不是？老师把这个图放下边啊，这样可以看到原图，也可以看到这个格子图。其实老师啊，还是希望同学们画这种篇幅的作品的时候，不要去打格子，这种还是很小的啊。你像咱们画山水的时候，可能是那种4尺的了，里边细节有很多，我们需要打格子，好，没关系。但这种就一个物象，对吧？就一个物体，而且纸张很小，也没有必要打格子的。老师希望同学们后面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啊摒弃掉。好，接着咱们再往上，哎，继续的给它往上找一段，这一段呢可以稍微的向上起伏一些，哎，找窄一点儿，稍微向上起伏一些。好，找准了这些以后呢，咱们就开始往下，把它的肋骨处给它画出来。咱们先调一点淡色，先来调一点淡色。然后再用笔尖取上一些浓色，让它有一个浓淡的变化。哎，从这个肩背部这个位置向前稍微倾斜一些，藏锋压住侧过来，对吧？侧笔啊，侧笔一笔，然后紧接着再往后，哎，中后方再来一笔。好，紧接着用这个笔触呢，再继续去往前画。哎，这里是它的一个，这叫什么来着？同学们？这个位置叫什么？这是它的肘关节，对不对？肘关节啊，和它的一个肋骨呢进行衔接，然后紧接着和下方的一个肢体呢进行衔接。好，这段咱大概画多长呢？这段它不是特别长，这段呢，咱们现在还没有其他的参照物，所以说咱大致的找一下，这个长度不要太长，是你颜料管的1/3左右就行了，不要太长。因为它下边还有一部分空间呢，是吧？然后它前面，哎，肚子旁边这些地方还有一部分空间呢，所以说这里不要画太长了。然后接着咱再继续点水调淡，哎，取上一点点的你刚刚调过的一个淡色，从这里开始，藏锋中侧并用一笔，对吧？然后接着再来一笔，衔接肋骨，一层一层画出来这种肋骨的一个质感，一个层次感。好，再来，颜色逐渐变淡了，逐渐变淡了，就是咱想要的效果，是吧？高低有一些小的起伏，中间呢也可以给它稍微衔接一下，哎，肋骨它这种层次就有了。然后接着，咱再往后去找它的一个臀部，后边那些淡色和它整个肚子衔接的那些淡色，咱不着急画啊，咱不着急画，它一点一点的去加出来，然后再取上一点点的重墨。好，这个位置向上的地方，对吧？从这儿开始啊，干笔，远处的那个臀部，不要画的太大，
因为它离得远，对吧？所以它露一点点的边缘，顿鼻向后呢，轻轻抬鼻，哎，折过来，有这么一个小动作就行了，有这么一个小感觉。然后接着下方这个位置，咱画到什么地方啊？向下走，走到这个肋骨，大概是一半向下的一个位置，走到这儿就行。整个是有一点点弧线这样一个状态的。顿鼻，折过来，好，收鼻，对吧？顿鼻，藏锋，然后向后收鼻，圆浑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咱再画它的一个肚子，肚子这个时候你有臀部了，有臀部了，咱们就看它整个臀部的一个宽度啊，和这个肚子它的一个比例关系。臀部的宽度和你的肚子呢差不多是一致的，肚子不要画太窄了，不要画太小，所以说咱大致找一下啊，差不多是一致的。当然，这个比例关系呢是老师眼睛看到的，然后给同学们总结下来的。那至于说它的固定比例关系是这样的吗？它不一定啊，这个是不一定的。好，咱们从这个位置，这个。肘关节向下呢，稍微留开一点儿，一直左右的一个空间，就是他腿长腿粗，对吧？咱这儿给它留出来一些，然后咱从这里开始顿鼻，藏锋一下，向下折过来，好，向上带上去，虚鼻，对吧？出现一些虚鼻了，带上去。好，这是它整个的一个肚子。肚子宽的一个用笔方法，然后咱再去用这个墨色呢，稍微干一点啊，取上一点点重色。哎，咱们再从这里呢，把他的后腿啊，大腿的这个位置，衔接的这个位置向前呢，稍微带一点。这里也大概走到这个肚子的一个水平，斜向右上方这样一个状态。记住啊，它整个的一个造型是有一点点倾斜的，斜向右上方。如果你画太平的话，它整个奔跑起来，后面提臀的那种动势就没有了，就少了点儿。所以同学们看看自己的这个动势有没有找到。然后上方这个位置呢，咱们也可以用重墨呢，干笔可以稍微带一点了，重墨干笔稍微带一些。这里干笔。中间留一点空间向下走过来，走过来，对吧？这是他大腿的一个宽度，然后中间呢有这么一个衔接的一个位置，衔接过来，这是他这儿一个衔接啊。好，你看啊，现在这个小翘臀，整个身体这块大体的一个造型就有了。然后咱们就可以往里边呢，再用一些淡色往里边添加一些小的细节。啊，你看这个肋骨可以再来一笔，然后肚子衔接的这个位置呢，也可以大笔去铺上一些。向前衔接的这个位置也可以来上一些。后方大腿的这个位置，也给它来上一笔淡色，有个明暗，对吧？有个明暗。哎，这里也有个明暗关系，有一个小结构，衔接的一个小结构，然后紧接着臀部这个位置啊，虚入压鼻下去，臀部。哎，这样这种质感是不是鼓起来的一个感觉就慢慢的呈现出来了？这种阴阳关系就靠这些暗部啊，亮部有了就靠暗部了。然后把里边这个衔接的位置呢，咱也大致的给它带一些，然后它这部分的一个衔接呢，还是有一定关系的。虽然说笔断一连，但是说它里边的一个淡墨呢，可以呈现出来一些。
好了，这个身体部分大体的一个造型，以及它的一个明暗关系，咱就找到了。看同学们那边画完了没有？画完了，给老师呢回复一个数字一啊，咱们来看看。好，其他同学呢？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开始往前往后找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状态了。看咱现在身体卵状圆浑，然后这儿卵状圆浑的一个状态有没有？这个是肘。肘关节啊，就像你类似于肩膀的那个位置，对吧？和它前腿衔接带动前腿和后面的一个肌肉动作的一个地方，所以它是肘关节。马屁股画肥了 也没事儿，那 是正经小翘臀了。好，那接着啊，咱们再继续往前找。这是肘关节，肘关节往前呢，找它的肱骨两边，这是前面那个面了。你看它这个面，它这个造型的话也是，哎，光线自上向下打，这儿是亮的，对吧？所以说这块呢，咱们留白留的比较多，哎，这儿是暗的，有这样一个层次。取上一点浓墨，干笔。也是不要太湿，老师把画面再放大一点。有两笔不明白，这就是肱骨啊。如果说你去看过他的实物照片的话，你就能明白了。这个没有办法说给同学们讲明白什么为什么，这个它就是这样长的，是不是？就在胸前这个位置呢，它有两块凸起，这就是它的肱骨，是两块骨头，不是肌肉啊，骨头。稍微带一点点，哎，中间留块呢，不要留太多，它整个的这个也是自上向下一个鸡蛋的形状，对吧？这个鸡蛋的形状，哎，宽度和你肚子这块。和你臀部这一块儿，哎，基本上是一致的。你别给它画太宽了啊，太宽了不好看了。啊，两个卵状嘛，这儿，是吧？宽度啊，在这儿，顿，折，向下走，形态，对吧？这就是它的一个肱骨的一个造型，两边。然后咱再用这个同样的墨色往前再带一点儿，宽度啊，别画太宽了，这里也是离近一些。前方折笔折过来，轻轻抬，虚过来，衔接，对吧？后面和它的上面的一个脖颈的一个位置衔接了，也是上面窄，下面宽，下面宽的一个感觉。然后咱们就用重墨，再把它的一个前肢给它带出来。前肢这个时候，同学们要注意啊，这个拿走一下，画面放小一点点。前肢呢，咱们要看一下它的长度，你可以和你的身体做一下对比。前肢。这个腿儿，相对于后边这个腿来说，它是比较就是伸展出去，然后比较高的那个，对吧？看上去就好像偏短一点，是因为它的一个和后面这个前后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说它会感觉上偏短一点。那整个的这个长度呢，其实和你身体这块儿，哎，从这个肘关节，哎，到这个肋骨这一块儿，然后到臀部这一部分，长度基本上一致啊。基本上一致，你可以对比一下看看。所以说，咱这个腿儿呢，大概是走到这里，倾斜角度看一下，
30度到40度这个区间，45度，对吧？这个区间啊，不要画太大了，不要说翘上去太多了，都画平了，也不好看，稍微倾斜一点，行不行？到这个角度即可，对吧？咱大概定一下啊，大概定一下。好，然后咱们把画面放大。也是浓墨先勾勒它的一个外轮廓。从这里顿笔，然后折，稍微到带一点点的圆浑转折的一个状态，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圆笔，它反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点方转啊，有一点点，不是特别明显。哎，再从这儿找一下结构，向后，哎，然后伸展过来。好，既然他整个腿长是这么些，那他的膝盖球关节，球节膝球节是不是得在这儿啊？中间是吧？大概在中间，咱也是啊，大概找一下，大概在这里呢。找准了，咱再开始往下走。哎，从这儿开始，是吗？播音同学，谢谢播音同学的赞美啊，来自播音同学的赞美。哎，转过来。跟它衔接，逐渐变细了，对吧？这个线条得挺立一些啊，因为它这块基本上是以骨骼为主的。转，好，这里衔接，收回来一些，然后下面球节，咱给带出来。带过来，球节，是吧？这是膝球节。再往下走，这儿找三分之一，下方三分之一是它另外一个球节，另外一个球节在这儿呢。找准啊，找准位置，咱再开始入笔。好，从这里开始，竖笔。前方，哎，这个咱稍微短一点儿，收过来。好，下方呢可以有一些毛发。偏宽一点了，对吧？毛发，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的球节，这偏小，所以说不用画太大。这儿可以稍微带一点点，这一段比较短了。好，蹄儿给它加上啊，小蹄子。好，这蹄子向右边儿，有一点倾斜角度的啊。不要给它画的直直的，正方形了也不好看。带过来，好，这是它腿儿。然后呢，咱们再用这个墨色呢，往里边找它的一个明暗的交界线，对吧？从这儿开始啊，画在下面三分之一这个位置带过来，然后顺势的带过来，哎，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这里向前带过去，球节位置向前带过去。球节位置向后，哎，稍微带一点儿，然后把墨色呢，给它稍微点水调淡一些。压笔，哎，暗部，给它来上，对吧？然后在中间这个暗部给它加上，这种暗部是不是就有了？明暗的关系就有了。然后再点水调淡，好，球节这个下方带一笔，上方带一笔，这里来一点。中间的球节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圆形啊，所以说它下面这里还会有一点，也给带上一点，然后再往下走。下方这个球节，可以用干笔了，稍微扫一扫，带过来。好，这个腿儿呢，就基本上啊，它的这个颜色的一个明暗的一个关系，就处理到这儿。咱也不要给它画的特别的满，为什么？你看老师这儿也留了点白，
对吧？所以说也给它留一点亮波。待会儿呢，咱们再用一些更淡的颜色再给它加上一些。现在不用给它画太满啊。好，接着再往后找后边这个腿儿，后边这个腿儿也是先画前腿嘛，是吧？先画前腿，这里顿向下折过来。然后向右边，哎，稍带一点方圆的一个转折。好，中间向这儿，哎，找一下结构，向后。这是什么？明暗的交界线，对吧？紧接着向后走。你看这条的一个线条，它是也是一个方圆的一个转笔动作，对吧？也是一个方转啊，方圆，方中带圆，圆中带方，这样的一个转笔动作。有一些小结构，好，里边再往下走，这块的长度你自己对比一下，比你的这个大腿呢要短一些了啊，也就占你这个大腿的三分之二吧，不要画太长了，这个时候，好，往右边。这也是，哎，交界线对吧？交界线，然后向右边倾斜一些，带过来，水分刮掉，自上向下，时虚时虚，哎，给它带下来。好，再用这个结构线呢，把它下边这个蹄儿看不到了，不是特别完整的那种状态，给它画下来。哎，收过来，这是前面腿儿，然后后方腿儿，咱也是先给它找出来啊。这个比它稍微窄一些，短一点。哎，这儿有一点小遮挡，挡在后边了，露一点，是吧？这样一个小关系，臀部画瘦了，呵呵，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啊。好，里边暗部可以稍微把笔侧过来一些，带一点寸差，看看层次，那是吧？还没有再放大一点啊，看它里边小层次。然后这边这条线也是画在中线靠右，然后这里向后压笔，也是有一些小起伏啊，也不是说直线。转回来，结构，然后咱们再用一笔更淡的一个颜色，更淡的颜色，先把这边结构加上，再把这边的一个淡色加上，然后后方这个呢，就是自下向上找。这里咱就把这后边的一个转折加上，这里，哎，也是带过来，对吧？有一点单色，转折向上，跟着这个结构咱来一点暗部。好，上方这个西球节上方呢，咱们也可以得稍微来一点一个小的面啊，不用太大，不要画太大了，好漂亮是吧？好漂亮了。它的一个结构关系就处理清楚了，然后可以再用一点更淡的颜色，往后边呢再去把这种结构处干笔，哎，再带一带，这种结构处是吧？干笔带一带，稍微留点白没关系啊，稍微留点白，它不会显得太死，稍微留一点就行。然后上方这个位置，咱给它再来一笔中色。有浓有淡，再来一笔中色。好嘞，后边这个腿咱就处理到这儿，然后再看前面腿儿，再看前面腿儿，明天再画。腿画粗了，腿画粗了，这个也没办法调整了，是不是？一个动态的一个东西，里边的一个比例关系的一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那么容易调整的。好，这是后腿儿。再加前腿，前腿的话，它这个位置呢，因为有一定的遮挡关系，所以它其实处理起来要容易一些。
但是它整个的一个角度呢，你也要看清楚，在它的这个肱骨左边，哎，从这儿开始进行转折，倾斜向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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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它呢稍微低一点，大概是走到它的一个左前方这个位置，得走到这儿，是吧？所以你看一下你的倾斜角度啊，是不是一条直线？别到这儿，哎，咔嚓，然后又拐弯儿，这样就坏事了，是吧？稍微有一点点倾斜角度。走到这儿，然后咱从这里开始啊，找准肱骨向下，好，前方这个位置，好，遮挡住了，看不见了，对不对？然后咱们向下走啊，在它球节下方再转回来。这儿有个小的结构，往里一收，都被挡住了，看不到了。哎，这儿呢，到了下边这个球节的位置呢，它才开始慢慢的显露一些。从这儿再转过来，干笔，哎，带一点点那种毛发的一个感觉。这是球节，这里有个东西。好，收回来，然后它的小蹄子比它稍微低一点嘛。往前冲的感觉，对吧？小腿呢也有往前冲的一个效果，所以它会跟随着这个造型呢有一点点变形，往前跑，去上点浓墨。带过来，然后里边呢会有一些小的结构，给它稍微清理，舒展梳理一下，梳理一下，让它们之间的关系呢衔接的更加自然一些。然后里边的一个小的这个明暗啊等等这些东西，也可以顺势的带过来了。挑担。最后才画马头，先画马头其实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就是先画马头的话，你整个的一个造型不容易掌握。这个看同学们的一个喜好啊，等同学们就是这东西学会了以后啊，咱自己画的时候呢，可以先画马头，可以试一试。你按部给它带过来，然后上下衔接这位置呢，可以稍微往上来一点啊，这样感觉有一个前后关系，不然的话前后不是特别明确。挑担，再挑担，按部。加上蹄子，左边也是，淡墨给它加上。好，这个大体的一个造型呢，它就画到这儿。然后干笔啊，来看一下，咱把画面放小一点。同学们，前面这块加的怎么样了？画完了没有？画完了，给老师呢回复一波数字二吧。老师来看看哈。现在呢，其实这个，咱们这个马呢，已经占了你这个画面的三分之二了，对，对吧？已经占了三分之二了，身体啊，到下边。然后咱下面就开始找它的身体头部和身体的一个关系。头部和身体呢，它是你看整个的一个造型，咱说了是一个三角形，对吧？三角形。那么按照这两个点，咱找好的向上收拢的话，它这个头部顶度顶端是不是得在这儿啊？对吧？得在这儿，不要画的太偏了啊！不要画左边去了，画成一个梯形，这个造型就不太好看了。你找准尖端。哎，可以从这个两端角度向上找，对吧？可以按照这样一个方法去找，然后这样它头部就在这儿，
脖颈呢，它会哎随着这个造型呢稍微带一点小弧度，这样带过来。好，接着啊，咱们把画面稍微放大一些。画了个怀孕的母马。好，再去上一点点的浓墨，咱们画一下这个头部的一个顶端。先找一下，哎，大概点在这里了。长度呢，基本上是你这个身体的，或者说你腿部的一半的长度。然后下方咱给它留一段，两指左右的一个空间留出来。那它的头顶呢，大概得画到这儿，是吧？得加到这儿，不要画太长，但是也不能小了。哎，比例关系，找一找。然后往上，咱画面再放大一点哈。先画左边的一个造型，宽度呢，你可以和你的长度去做一下对比。咱长度是大概这个长度，是不是？哎，咱们也下边也给再找一下啊，大概是这个长度。然后你的宽度基本上是长度的1/3即可，就是最宽处啊，最宽处，别一下子画的跟哎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大头马是吧？不太好看，稍微窄一点。哎，咱下边稍微留点空，也是1/3处向下找。哎，这里是他的眼睛，对吧？得在这儿是他的眼睛，1/3。好，那咱们先画左边这条线啊，左边顿笔折过来，向后走。啊，是吧？后面再放大一好了，里边有一个小的细节，这一段顿笔折过来向下走呢，已经就占了下方的这个一半左右了，是吧？然后再折过来，里边有个小的细节，转折交叉，然后再转回来，哎，里边又来一个小细节，然后再带一点点的向下转过来，嘴巴，来轮廓，左边是吧？然后呢，咱们再按照这个形式往上找1/3处，把他的眼睛在左边缘，靠近左边缘的这个位置点过来。下方咱给他的这个鼻子、嘴巴这个空间呢，也给他找出来。嘴巴稍微往里收一收，鼻子呢，咱就从这儿向上找。比它稍微宽一些，上面有个角度啊，鼻孔这儿呢有一个小的面儿，给它自下向上有一个实虚的一个笔触感，带过来，然后后边右方这个鼻孔呢它看不到，所以说来一小笔。或者不好，咱们就用一支小号笔啊。老师这边还是那只大号尖好，其实应该换一支小号。好，下方咱再又稍微收一下笔，哎，这个鼻孔的一个对立面基本上和它是一个平直的状态啊，不要说比它高太多，或者说比它低太多，也不太合适，因为左右两边呢它一定得有关系。然后再往上看，宽度咱找好了1/3左右，对吧？大概啊，就大概在这儿。折下来，眼眶嘛，对吧？眼眶在这儿找啊，也是和眼睛呢有一定关系。然后再向下折笔，再来折笔，收回来。为什么它一定在这儿留个空呢？其实它这个地方啊，也是对应的旁边这个小转折，也是在对应这个转折。然后再把里边咱们画在中线左右的这个位置啊，眼睛下方。哎，他这种结构感给带出来，是一个大帅哥是吗？长脸大帅哥，又丑又帅的那种。好，这样他脸型呢基本就有了。然后咱们再把他上方的这个耳朵，你看啊，这是定在的头部的最高点，对吧？高点左右，左边压笔藏锋压下来，耳朵不大啊，耳朵挺小的，也不要画太大。然后右边呢，哎，这个咱就稍微收里边一点儿，因为它在，哎，迎着风的感觉吧，有那么点意思，
是吧？迎着风的一个效果。哎，这里耳朵侧面，这个咱看不到了，这儿露一点就行。哎，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头部大体的一个造型就有了。来看一下啊，大体的关系，还没画脖子呢，现在有点吓人是吧？上面飘着一张脸，然后咱们用这个淡墨啊，点水调淡墨，把它的左边暗影的那个位置，暗部咱给它加出来啊，来到手旁边放大，等它稍微干一干，我们让湿壁纸呢试一下。不然的话，它有可能会阴的。自上向下，哎，也是漏笔向后压笔。再来，漏笔向右边转折，哎，跟着你下边的那个转折线是一样的啊，也是这么带出来的。然后这儿呢，也是向右边转折。这个位置的暗影啊，它可不是随机加的，比较讲究，是吧？你看，它也是跟着左边那轮廓线去找的，有个明暗关系。好，这个位置咱也是有一个暗部，干瘪，这个脸骨骼感就越来越明显了，是吧？然后呢，咱们就在这个脸部，哎，也是他这个眼睛下方这个衔接这个点，找他的脖颈啊，弧度，对吧？弧度折过来，弧度走下来，走到你下面肱骨，哎，左边这个位置对应的地方。得到这儿，对吧？咱从这儿自上向下，来一点重墨啊。蓝笔，不用跟它衔接，自上向下带弧度，这一笔很重要啊，这是整个它支撑这个脖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态的一个点。顿，走，对吧？折过来。好了，其他的这些呢，就可以随着它来进行变化了。其他的那些线条，哎，就可以跟着它来变化了。好，咱们把这个颜色呢，稍微点一下水，调一下淡色。干笔从这儿开始找它衔接，侧往里，往里是吧？开始找一下衔接啊这块的干笔，然后里边哎淡墨。稍微带一点小弧度，看脖颈和身体呢，它就有这样一个衔接感了。然后咱们就可以把这儿呢，再给它衔接一点重色，让它下面上下的颜色呢有一定的一个衔接。然后紧接着咱再往上呢，把上方那个左边缘的这个线，哎，给它来一笔小的，再来一笔偏干的脖颈那个位置。大体就出来了，是吧？剩下的呢，咱们就要靠它的毛发去处理了。脖颈大概到这儿，然后咱们用点淡色。用点淡色试一下啊。哎，自上向下压笔过来，淡墨。然后里边呢，再进行一下转折，向下，里边一些小细节，说不够多，毛发来凑，它其实是本身呢，马的话，如果说足够健美的话，它肉不会太，它不会太胖，对吧？它是靠骨骼和那个肌肉感来的支撑的。有没有发现这儿也是有两个面的呀？所以说为什么刚刚那一笔很重要啊？哎，左右给它分出来了。这种转折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然后还是单色，下方咱也给它来一点啊，再来向上，好，这里来一点淡色。点水，再调淡。
带过来，有个衔接感，对吧？衔接起来了。好，这块咱这个马脸、脖子，咱就大概完成了。灵活的分面儿，来看一下啊。这是脸部到身体，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给它加这个毛发了。毛发加上了以后呢，它这种蓬松的一个感觉，加上了以后呢，它整个的一个马呢就会更加精神一些。再来看看啊，可以先调点淡色，取上点浓墨，水分吸掉。咱先画他头额这块的一个感觉啊，头额，画面稍微放大一点，干瘪啊，干瘪，自下向上虚入压瘪，哎，带过来，对吧？这块呢不是特别的长呢，好，旁边呢可以来一些小瘪，迎着风。那种感觉，吹散开来，哎，这里带两笔，然后里边呢也可以给它来两笔，左右来个小八字刘海儿，对吧？给稍微带一点八字刘海儿，哎，下方呢可以稍微干一点儿，淡一点儿，立起来一些吧。毛发可以稍微分批带出来一些，八字刘海和上扬的那个小头发，然后咱再往后边脖颈处再给它加上，好，这也是藏风带过来。有长有短，这笔长了，旁边咱就短一点。哎，干笔出来是吧？然后这里也是藏锋带下去，好，来一笔长的，再来一些短的，再铺展，有一些错落，错落的关系。毛发，哎，颜色逐渐变淡了，对吧？变淡了没关系啊，咱还可以继续往里边破呀，也不用说就是在中间再去来回调色呀，等等，哎，往里边去加，丰富它，颜色偏淡了好说，它层次也会越来越丰富啊。好，往里边啊。哎，这是脖颈处的一个毛发，那它这儿呢也有一点向里边带的，哎，这种向里边带的，这风吹的时候裹到里边来了，对吧？这个也是毛发啊，刚刚那个脖颈这块也是毛发，这儿就这样的一个层次。好，这就是它的一个脖子和头上的。然后咱再看看尾巴，播音同学都能聊上天儿。好，从这儿开始啊，也是藏锋向上。哎，你看它整个的一个姿态向上翘起来，所以稍微松动一点，画的稍微大一些，对吧？可以稍微大一点，哎，这样带过来。放松一些，干瘪，旁边啊这些一些小起伏，然后呢边上也有一些虚的小的起伏，旁边这些，
稍微带一点藏风带过来，尾巴就大胆去画啊，稍微长一点没关系。我放一点小绒毛，我臀部衔接的这个位置，有些同学说那个臀部画太圆的，太方的，是吧？都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了。该盖的得盖住啊，是吧？哎，立起来一些，画画边缘的这些造型，稍微加上一点造型，甩的不得了。丰富啊，是吧？这匹马就完成了。看一下，基本造型就有了，对不对？然后里边你觉得不够的地方，你还可以再回过来给它稍微丰富一下，是吧？干瘪往后稍微丰富一下就行了，不用太多了，不要太多了，这状态就差不多了。哎，它这个头部呢，整个的一个造型就有了。哎，这么看的话，臀部其实可以再大一点，对吧？臀部可以再大一点。好，然后呢，咱们换一支干净的，一个干净的盘儿，一个干净的笔，咱们在这里呀，给它挤上一点太白。一点太白色，把它该亮的地方呢，再给它染一染。调一下这个太白，你想把尾巴画的再长一点，也行。老师，这个可以再放松一点，再大一点是吧？调一点太白色，这里边还有绿色呢，放个干净的吧。把他脸这儿给他开一开脸。染一下脸部上方这个亮部，好秀气 开一开啊，这个来一点儿，基本造型就可以了。然后颜色呢，咱可以调淡一点儿，还可以顺便的往旁边再去点调一点，像这种地方。稍微带上一些，对吧？膝盖上方，着光的面儿，这种地方，肱骨的面儿，都可以稍微带上一点，然后再亮一些。就行了。然后呢，咱们就可以画一下它下边的那个草了，点缀的东西，还是刚刚这支笔。号的笔，把这个放到旁边，拿一个干净的大盘儿，在这儿呢，咱挤上藤黄和赭石，藤黄和赭石可以再来点花青，咱们画草的这个颜色。一点点藤黄就行了啊，以赭石色居多，然后在赭石的基础上加点淡墨，再少许藤黄，再挤一点点的花青，也让花青色也是少。用刚刚那个笔。
咱们先来挑一点赭石。加点水啊，因为它是淡色，是后边的那些类似于草地的一个颜色，再加点藤黄。哎，笔尖可以舔上一些。画的时候可以大笔去铺染，自下向上，对吧？顿笔这样的一个动作，哎。也可以有那种草地呀、啊，那种蓝草的一个画法，也看不到，咱转过来啊，来上一些，带过来，大笔去铺啊，画的过程中可以稍微的快一点儿，也可以填上一点墨。稍丰富一下里边，和右边也行，来一些小的，颜色是非常丰富的，赭石和藤黄就行。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也可以适当加点淡墨去给它调整，往里边加也行。后方这个位置。咱就直接染过来了。点水可以加点藤黄，上边呢可以稍微提点尖儿。干笔了，带过来一些，往后边啊，你就可以逐渐的点水调淡。瘦马跑得快是吧？老师画马呢，容易画瘦，瘦的更细紧一些，也可以画肥一点。像那个画马的名家有很多啊，唐代的李公麟。对吧？那白描大师，他也画马，《五马图》，他画那马就挺肥的。你想唐代那个年代，然后呢，养的那些宫廷里边的马吧，长得都是挺肥硕的，所以他那个造型就挺圆润。到时候可以给同学分享两张他的作品，看一看。但是李公麟的那个马呢，和徐悲鸿的马就不一样了，就完全两个风格啊，一个非常传统，一个就是中西结合。哎，逐渐变淡，对吧？有这样一个层次。下方呢，咱就大笔去铺染。这边咱可以来点花青，来一点点儿，画一下下方，好像有一个小水潭儿。这个颜色一起去调。中间呢，适当的留一点空。把下方给它稍微染一染啊，然后咱可以用这个颜色呢，稍微加一点点墨。
在它这个蹄子下方，该踩重的地方加重一些。你看它该踩重这个脚，这个草地的，对不对？稍微加重一点，要不然可能就会有点飘着的。往这个位置也稍微加重一点，趁它湿，给它加重一些就行了，让它有关系。用淡墨，哎，可以稍微给它加上两笔这种小草。加上几笔，然后再用这个墨色呢，把下面那小水潭儿，可以大致的给它勾勒一下。它跨过来是因为这儿有个小水潭儿。贴上，这个线条呢，你就可以随机去加水润，稍微有一点点水。阴天阴阴开了，对吧？都没关系。那显示出那种水流的质感，稍微带一点点弯曲，笔端一连往后走，那小水潭儿。然后里边咱也是再给它加上点颜色。黄河赭石，加上一点花青，然后咱再用这个淡一点的颜色呢，把它这个腿部吧，稍微带一些，该暗的地方让它暗过去，上边没有看到的这些地方呢，就不用管它了。这种该暗的地方稍微带一点点颜色，好像映衬的这个地方呢，它也是有一些颜色的，是吧？可以稍微带一点。好嘞，这样的话，它这块的一个处理呢，大致就完成了。然后你可以回过头一下看一下你这个马，它的一个浓淡关系。你觉得该重的地方它不够重的，你可以稍微再加 AB，再加上一点也没事儿。小水潭旁边，咱也可以稍微加一点棕色。好嘞，看一下这个，该种的地方咱们可以再给它加一笔。所以干笔要擦，这种转折处是吧？都是该重的地方。干了以后，它的颜色都会比你刚开始画的时候呢，颜色要稍微淡一些。调色盘是不是在这儿呢？藤黄、赭石和花青色。藤黄赭石和花青色在画的过程中呢，下方这个位置稍微加了一点花青，上方呢以赭石和藤黄为主，然后还可以适当加一点淡墨，这种地方都加了一点淡墨。好，怎么样，同学们画完了没有？画完了的可以给老师呢回复一个数字三吧，咱们先来看看啊。老师，今天这个马呢，其实也可以再画大一点，对吧？稍微有一点点小的和原图对比起来，
站起来画，站起来画最舒服的这个，这个造型，画起来会更舒服一点。坐着难免会有一点点拘谨。你在质疑那个云梦轻浮是吗，回音同学？然后旁边的咱给他写一下落款。一马愿为先，就是有点一马当先的那意思。老师这个落款呢就写在右边，所以右边空的比较多。骨骼感很强，是不是？肌肉感和骨骼感很强，所以说今天咱们学它呢，也是在学习一下它里边的一个处理方法。一马，愿为先。他这个有点草书的写法呀。咱就不管他了，写我们自己的，然后后边写你的名字，就不要抄他了。你在等彩蛋，就盼着这彩蛋呢，是吗？别急啊，这个同学们画完了没有？咱先放到旁边吧，看有啥问题不？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这个马这块呢，咱就教给同学们几件事儿，一个是它的一个处理明暗的一个方式，以及它里边的一个结构关系，以及它在传统和西画互相之间冲撞的一个效果。你看，阴阳和它一个用笔书写性、墨色层次等等这些，哎，融合到一起画的完整的这样一幅作品，是吧？同学们都画完了吗？不画完，咱不敢来彩蛋呀。今天给同学们准备了两个。咱先把这张图啊给同学们藏起来啊。画完了是吗？画完了，咱先抽一波行不行？别跑啊，同学们，咱们先抽一波，还是随机啊，还是随机。所以说，没有中奖的同学也不用说太那个什么，平常心就好了。咱后边老师给同学们准备其他的一些礼包。先抽一个啊，一个一个来。好了，开始了啊，数个三二一，咱就结束。好，结束啊。好嘞，中奖名单是翠兰同学，看看在不在啊？在不在这位同学？有没有在直播间？还是老规矩啊，老规矩，如果不在，咱就作废，咱就取消了。看看，翠兰同学在不在？在的话，给老师回复一声哈。老规矩，不是咱们班的同学呢，就是也是视为作废的啊，咱没办法给同学们邮寄，是不是？不过你同学们不用操作，同学们不用操作，就是老师这边抽你。就是抽在座的同学都是有机会的，你只要在咱直播间，在这个网页里边，你就有机会。同学们不用操作啊，不用操作。你想争，翠兰同学在吗？老师好像也没有经常看到咱们弹幕里边会出现这位同学的名字啊。在的话，赶紧给老师回复一个，然后咱给同学们画点别的。别的一个造型吧，画个别的造型哈。咱是先画个，
咱这次先从头开始。等一下，你看着啥急？如果实在不在，咱待会儿再抽一波。粉吸掉，咱先从头开始啊！这次可以跟着老师画啊，跟着老师一起去练一练，其实挺好的。咱们也是向前奔跑的这样一个状态。哎，头部的一个折角，对吧？这儿一个折角，然后下方呢有一个小的虚的向前，然后这儿呢嘴巴结构，然后向前，嘴巴结构向后和它衔接。来，老师把画面放大一点，太白在那头顶上点啊，头顶上点，真不在是吗？真不在。翠兰同学是不是咱们上一级班上的同学呀？好，这又有一个小结构带过来，然后向上呢转折，这是它的一个鼻孔，嘴巴衔接。向前带过来，鼻孔这块呢，也是和它对应的位置上下稍微带一点起伏。好，再往后折过来，哎，眼睛咱盯在这个刚刚转折的前方，压下去，藏一下笔，压下去。好，眼睛前方呢，这儿有一个小的结构，给它稍微带一笔。好，对应的这个位置，咱从这儿开始画眼眶，啊，有一定的关系和眼睛，又是一匹瘦马，是吧？然后呢，它的结构在这儿，侧正侧，这是一个正侧面，正侧面带出来，然后咱们上方呢。这个小耳朵露一点儿，正侧嘛，它左边耳朵肯定露不出来，特别全。这边呢，咱就可以稍微露多一些，一个小三角，是吧？一个小三角。好嘞，然后呢，咱从这儿开始画它的脖子，脖子向里收，稍微带一点小弧度，往里收一收，就这种感觉。然后呢，侧面有个层次感。然后前方这个脖子衔接的位置带下来，带一点啊，稍微往里收一收，这是他头部，大体的一个头部。然后咱把颜色调淡，调淡一些。前方这个位置来一笔暗部。上方来一笔暗部，这里再来一笔暗部，对吧？也是啊，不是整个面咱都画，是一层一层的来。再来点水调淡一点儿，上方这个位置来一笔暗部，正侧面，对吧？正侧脸，哎，这个下方也给它来上一些，这马的那种立体感，哎，就呈现出来了。然后再用这个暗部颜色。再往里边再去加一加，脖颈有个层次了，一匹小马，小马犊。然后接着，再往后边，这儿脖颈，背部衔接向上。好嘞，这个臀部呢，咱就画在这儿。这个臀部离它不是很远了。然后它前方的一个肋骨稍微带一点向前走，好，肘关节，肋骨完了以后，紧接着向后啊，再调点淡色，再向后来一笔呀，是吧？来上两笔，好嘞，这都是肋骨，这都是，然后再渲染一点浓墨。小肚子，给加上，对吧？小肚子往里一收，稍微收一收，
收回来一些，然后这块腿呢，哎，转折，大腿，跟刚刚那个姿态呢有点接近，只不过这个面呢好像又靠近咱们一些，对吧？脸部呢又不太一样了，这是朝前的，后边腿儿。翠兰同学真的不在，是不是？好嘞，咱等会儿再抽一波啊。然后想想，这咋回事？同学们都是听完画完就跑啊，这是，这习惯不好啊。好，这里来上他的后蹄儿，两个层次。还有另外一个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也要给他带。另外一个腿儿，哎，带过来就行了。终于在正式课里边听到老师的直播课了啊！这位同学是不是不是咱们班上的？又见到了不同的同学哈。好，把前面的他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同学们，肱骨对吧？给它加上啊，这个小一点，这个偏正一些，这个身体，所以稍小一些，低一点，然后再把他的前腿给它加上。等着我，不能跑哈。好，向后一收是吧？带一点小弧度，哎，球结，对吧？球结，往里收，这样呢，这个关节处可以稍微往里带一带。球结处呢，咱们就直接往前走一笔，往前一收，哎，这儿另外一个小球结带出来一点儿。这个腿儿吧，它现在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弯曲弧度，稍微带一点点弯曲的弧度。然后再往下，这里，哎，这儿和衔接的这个蹄儿这儿的一个位置呢，稍微变宽一些。好，蹄子再换大一点点。前蹄儿咱稍微大一点，后蹄儿咱就稍微小一点，有个近大远小，感觉它是迎面扑过来了，过来的。后边腿儿。挡住的那个，咱从这儿开始，身体顿笔向下折过来，然后紧接着肌肉，哎呀，这大肌肉，咱给它处理一下这里的肌肉，好，这个收回去，然后这里也是蹄儿，这里呢用干笔。稍微带一点儿，好嘞，它这块的一个肌肉感，咱就呈现出来了。然后咱再用淡色往里边呢加上一些阴阳关系，点水啊，加上点阴阳关系。这个腿儿也有。这边看不完全，好，把它是身体这儿呢也给它加上一些，然后脖颈这里也有衔接的这个位置也有嘛，再点一下水，这个嘛看着挺慈祥的是吧？不像刚刚那个那么年轻了哈。咱们把它的毛发一夹就不一样了哟。哎，按不，
那它这个阴阳关系呢会更明显一些，是不是？然后咱们用点浓墨，稍微加点浓墨，别涂淡墨，加点浓墨，水分吸掉。好，画的时候自外往里，干笔，湿虚，干笔，对吧？湿虚，干笔，带回来。哎，等一下，然后前方，哎呀，这一笔稍微长了一些，稍微画两，画短的，画短一些，看他眼睛就能读出来是吧？慈祥一些，这个风头更盛一些。后边的，哎，这个马呢，它可能这个风跑得更快一点，风呢也更大一些，所以说这个毛发呢，它可以稍微的再松动一些，不用画那么实。好嘞，完成，简单的画了一下啊，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跟着老师再试一试。好，咱们再抽一波啊，再抽一波。哎呀，又走了几位同学啊，那咱不管了，还是那个老规矩，走了的没有，然后不是咱们班的同学没有啊，再来一次，盯着你自己的屏幕，似水流年同学，在吗？似水流年同学在不在？好，我看看啊。似水流年，抽啥？这位同学一看就是刚进直播间是吧？似水流年同学有没有在？在的话给老师回复一下啊。为啥呀？这个屏幕它自己来的啊，再来一波，两张两张。今天咱们给同学们送两张，因为也是啊，今天咱们最后一节课了嘛，是吧？所以老师打算给同学们再送两张，到时候跟上一节课那个小娟同学呢，咱们一起，给同学们发出去。还也没在吗？似水流年同学也不在，在呢，在呢，在呢，看到了啊！似水流年同学，记得把你的这个地址发给咱们的这个学管啊，再来一个。看一下自己的屏幕有没有中，你就能看到。好了，这次是燕飞翔同学，是不是咱班同学呀？这位同学我还真见过，是吧？咱还聊过。燕飞翔同学，来，怎么看你的屏幕上方应该会显示啊？屏幕那儿应该会显示。燕飞翔同学也是咱班的，对不对？哪个学管老师班上的？确认一下啊，到时候记得给咱们学管老师地址，不然的话老师找不到人了。怎么不让你抽呢？这个是随机，老师这边选择开始，然后结束，然后他就那边就显示哈，所以说比较随机。同学们平常心，老师也会在咱们的这个礼包里边呢，给同学们再放点别的东西。好嘞。恭喜这两位同学啊！记得把你的地址发给咱们的学管，到时候每统一一起发给咱们这几三位同学。好，看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不？没有的话，咱今天这节课呢也要跟同学们说再见啦。咱们的临摹花鸟部分呢也就差不多结束了，也就结束了，对不对？之后啊，同学们也要把咱们这个课程呢也要再反复看一看，回忆一下，也别给丢了啊，别给丢了落了的。对，花鸟部分是最后一节课了，下节课咱们就要开始人物部分了，是咱大潘老师来上，同学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你 就不应该来。不能这么说，一莹同学一定要来，太快了。是啊，咱们花鸟不分一共也才几节课，对不对？不过没关系，咱们临摹课呢，就是要给同学们教授一种方法，其实就是感受一下这个花鸟画里边，你像中传统的一些笔墨，还有中西结合的这种笔墨。
等等，咱感受一下，然后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呢，去延展到自己的画面里边。像今天这个的话，就可能西画的那种成分呢、因素啊，会更多一些。你有一定西画基础的话，你画这匹马会更容易。你有一定的传统功底的话，你的线条画的会更进挺，对吧？这可能呈现出来效果就不一样，是一个形似和意象的一个区别。刚重逢又分开了，是啊。好，那如果同学没问题的话，咱们就转回来了啊。希望同学们之后呢，也要保留同学们学习这个画的一个初心，要坚持下去。平时呢，也可以多去画一画，找一些名家作品呢来看一看。加油啊，同学们！咱们以后还能再见，对吧？好了，同学们晚安了，拜拜。